刚睡醒，饿了，整两个我妈妈自己包的大粽子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蜜枣呗。我就喜欢吃那种小的，这也是蜜枣的，但就是我其实我喜欢吃纯白米什么都没有放的那种，最喜欢吃了，蘸点白糖，好好吃，饿死我了。我不太喜欢吃里面的那种枣，牛皮太辣了，我给它擦干净了。其实这样吃最好吃。自制半个柠檬水，跟买的一个味道。拜拜。